温格斗老兵在昨晚结束的 K1 比赛中，日本小级别的最强者武尊与武林风的冠军丹尼尔普埃塔斯进行了一场超级战。开局没多久，武尊就以又快又重的后手摆拳强势击倒丹尼尔。裁判对丹尼尔进行了读秒之后，武尊没有给对手喘息的机会，一直保持着压迫态势，终于再次以连续的重拳轰趴丹尼尔。裁判直接宣布比赛结束。这位来自西班牙的丹尼尔实力并不弱，获得过 ISKDW5 等赛事的世界冠军，还获得了2017年武林风60公斤级世界冠军。此前职业战绩达到了38战32胜6负16次 KO。在今年的昆仑决 61.5 公斤级八人赛上，他首轮战胜了中国散打高手焦道博，半决赛输给了后来的冠军王文峰。武尊是日本在泛60公斤级的最强者，在这个级别的世界排名中也是位列第一。他在 K1 八人赛中 KO 过中国新秀袁奇，也与王俊光大战三回合点数获胜。目前为止职业战绩为36战35胜1负21次 KO。从比赛表现看，武尊无愧于这个级别的世界第一，进攻凶狠，至今不退的进攻性打法让很多拳手顶不住他的拳头。通过这场比赛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中日搏击界的差距。虽说 K1 的辉煌已经不在，日本在70公斤级也几乎后继无人，中国的70公斤级拳手基本都无望入围昆仑决诸神之战的四强。现如今中日搏击都只是在70公斤及以下的级别中出现一批高手，但是真正的高手之间并没有较量过。从世界排名看，中国有邱建良、贝瑞、杨卓、王文峰、林强邦等，日本有野入正明、平本廉、武尊、步步功也等高手。从数量比较双方差距不大，但是综合来看日方拳手要强过中方。邱建良是羽量级世界排名第一，但是野入正明、平本廉对他的威胁极大，这两个日本拳手都战胜过考，拳法都非常优秀。武尊目前对华不败，天赋异禀的他在该级别目前是独孤求败的状态，还有一个天才神童那须川天心职业生涯未尝一败，中国搏击圈内尚未出现这样的天才拳手。中国目前有武林风、昆仑决、勇士的荣耀和峨眉传奇几大赛事，但高手就那么几个，拳迷们都比较熟悉。但是日本搏击界在小级别领域更是高手如云，除了现在的一线拳手，更重要的在于拳手的梯度建设。目前中国的荣耀军团有点成效，老兵认为中日搏击拳手的整体实力差距正在慢慢缩小，但真正的差距在于搏击文化的推广。也许等到中国搏击的观众也能像日本女拳迷那样积极为拳手呐喊助威时，中国搏击的发展才有了与日本一样的根基。图片来自网络。